大家好，我是新界神水粉莲李家的地产李小姐。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粉莲公路的哥富林，它的单位总共有253间。我们看其中一个单位，它位于白杨径的。现在我们去片看一看个单位。来到个单位呢，好有惊喜，业主呢花了很多心思去打造这个单位的装修。我们一边行一边看。看到个花园呢，业主都铺了砖地，还有这个花园都比较大的，要721尺的。看到个花园个距离咧，对住啲楼咧个距离感都几大下嘅。个花园其实都唔细咯，要700几尺。睇到个花园前边咧有个西窝位嘅，就系睇一睇佢个外观。睇完外观咧，我哋嚟到个厅，见到有个客厕嘅。睇完客厕，睇一睇厨房啊，厨房都保养非常之企理同埋新净。看完厨房呢，我们跟着楼梯上去一楼看看啲客房。跟我来啊，上到来二楼呢，真是别有洞天。二楼呢个装修呢非常之靓。见到业主呢将一间房呢打通了，变作一个好有特色的浴缸。因为这个业主非常之舍得享受生活，所以这个间屋真的整得很漂亮。我们现在看一看主人房的景观，主人房的景观非常之开扬，还有周围很多花草树木，望回自己的花园。我们一边行一边看，很多特色的东西摆在这间屋里面，很多很有文化素质的元素。上到来天台，我们看一看周边环境。周边环境四面环山。今天我们到看住贡多先，我是新界神水粉莲李家阁李小姐。如果大家仲想了解神水有啲咩其他别墅，都可以致电俾我嘅。我的电话是6680286，多谢你们。